当家里来了些烦人的亲戚。哟，表姐，起得挺早啊。林木表妹居然这么哇塞，我不能输。哟，被打败就是不一样嘛。不过我看你好像长胖了不少嘛。三姑奶，我看您也老了不少呢。表姐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不工作，主要靠管亲戚借钱过日子。要不你借我点啊？哦，那个饭是不是好了？不能工作啊，还没买车买房啊。也是，应该没什么钱吧。愁得头肚脱了。三姑奶，您退休金多少够你儿子买车买房吗？我看还是担心您自己的头发吧，这些就送您了。小姑娘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，还不是连个工作都找不到。表哥，你儿子是不是刚上小学？反正读那么多书也没有用，赶快让他退学吧。哎呦，三七，你妹妹不小心把你口红买断了，你自己买的好了。三姑奶，我不小心把你手机扔水里了，你自己再买一个吧。三七，你还学会和长辈顶嘴了？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。是吗？怪不得你们这么闲呢。你来，给你们几包盐带回去慢慢吃。